在下至今战胜强敌无数，却终未能更进一层。阁下强如升天之龙，还请不吝赐教。擦伤吧。 真是精彩！赵云果然没有看错阁下，没想到终究技不如人。赵云佩服，我等同受麒麟之光辉，在下当以此为信，继续奋战。终有一日，要具备能与阁下比肩之勇。